喜欢听吗？你那眼睛干嘛呀？没有吧。一会儿我带你去那儿躺吧。这不好吧？没事，朋友家没事。你想钱是吧？没事。他弹的好听吗？你想学吗？嗯。我扶你过去啊。我刚才说完了。行吗？啊，来，慢点。前面是啊，慢点，别磕着，摸一点，摸着，这有椅子，摸一点。让我坐这边。嗯，好。没事，你用手摸上吧，没事，摁呐。没事，哎，没事，我教你。哆来咪发嗦拉西，知道了吗？那你自己玩一会儿。嗯。我去厨余一趟，上个卫生间啊。学姐。嗯。怎么样了？那边。还那样，之前大夫说能治，但是我一直在筹钱，但是现在也还差一笔。也挺难的。我今天带你这是让放松放松啊。啊。你爸，你去带他玩一会儿。行。啊，辛苦了啊，姐姐。你叫啥呀？